丸之内商区，紧邻东京站和皇居，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说起美食，这里既有日本料理的名店，也有人气的西式餐馆。说起购物，这里汇集了各色商铺。丸之内整体环境优雅，不嘈杂。如果你厌倦了一些著名景点的人声鼎沸，不妨来丸之内走走逛逛，体会下现代东京人的休闲生活。你看，手拿橄榄球的熊本熊好可爱呀！最近有许多市民和游客特地跑来丸之内与他合影呢，很有人气。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将在日本举行，届时在丸之内会有很多相关的艺术品展出以及活动。301号馆美术馆，这里就好像在都市中央的一处秘密花园，逛街累了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，花园的美丽景致也很适合拍照哦。要买化妆品，当然不能错过这里 Isetan Mira。Isetan Mira 汇集了各个人气品牌，比如 Pola、Lunasol、Ipsa 等等。店员会根据你的皮肤特点和需求，为你推荐适合的品牌和产品。这个粉色的盒子很可爱吧？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 Isetan Mira 家的自有品牌化妆棉。化妆棉大小适中，性质温和，自用或者送礼都不错。Beams House 是日本的著名买手店，精选不同品牌的当季人气款式，从衣服到饰品、鞋子、包包，男士女士，从工作到休闲的不同风格应有尽有。夏天到了，连衣裙是不错的选择，这里有非常多的款式和颜色。 Beams 的店员时尚又亲切，也可以请他们为你推荐合适的当季流行款。很多朋友来到日本都会想要吃一餐正宗的鳗鱼饭，今天就带大家来到这家鳗鱼三吃的名店品尝一下。大多数餐馆的鳗鱼是先煮熟后再烤，但这家的鳗鱼特色是直接烤，使用优质的焙长炭，这样烤出来的鳗鱼特别的香，外皮脆脆的，而里面的肉鲜嫩多汁。こちらがひつまぶしですね。おいしそう。はい。これがさっき焼いてた地焼きのうなぎで、名古屋独特のタレを使った焼き方になります。鳗鱼三吃的方法是把鳗鱼分成三等份。第一吃，什么都不加，品尝原味。第二吃，加入葱和芥末等调料一起吃。第三吃是倒入茶汤，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茶泡饭。非常好吃。好吃。这家店来自于巧克力文化发源地西班牙，据称是王室御用的巧克力品牌。但今天我要来推荐的是他们家的白巧克力冰淇淋，在我心目中全东京的第一名。冰淇淋里面加入了法国的白兰地酒，有一股酒香，很特别的味道。在丸之内可以买到各种日本特产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家1625年在金泽创业的日本酒名店福光屋。店里除了各色日本酒，还有含日本酒成分的小点心、化妆品等等，琳琅满目。日本酒酵母精华原液，据说保湿效果极佳。这款酒呢是店家推荐的初心，属于低温熟成酒，需要很高的酿造技术，堪称酒中的艺术品。那么就让我来尝试一下日本酒初心。淡淡的琥珀色，口感顺滑，喝过之后感觉余香绕齿。今天特别选择了这一家位于丸大厦36层非常著名的餐厅 Breeze of Tokyo 来和朋友共进晚餐。这家店窗外的景色十分开阔，可以看到皇居、东京塔等，据说夜景也非常漂亮。我的这位好朋友就在丸之内附近上班，他平时下班经常会顺便在附近逛一下，他又为我推荐了许多好吃好玩的店，下次带我再来发掘。 Marunouchi House 在新丸大厦的7楼，可以买好食物饮料，坐在露天平台看着东京站夜景享用，气氛非常浪漫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一些我心目中的丸之内必去景点和名店，
如果大家来东京，一定要来丸之内逛一逛，领略下东京人的优雅休闲生活。